别好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嘴巴好大。带鱼？好像不是。鲅鱼。嘴巴好大。是鲅鱼吧？你看它，有点。哇，今天这边还没人啊、哦。来，拿东西。二龙。哎呀，你这速度呀！这眼神要。我不夸你，自己夸自己。眼神一点好点。走。是。太狠了。这个应该是一个活的。你吃了两个花蛤，回去，回去你再吐吧。走，继续找。这儿，白胖子。哎呀，拿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可大了，这个。哎。还动呢哈，你一照就有动静。OK， 要不然弄出来，离远一点挖。这次可不能挖断了。这真大啊！大呀，我就怕它跑了。它跑得慢。它扎根扎得深呀。天哪！你这个也小，这边这个也小一点。那个也小。那还是一个。我的天哪！咱们这闯进了这个海葵窝，一个个来。先从这个开始挖。我天哪！今天你那镜头能看见吗？可以，完全可以。但是我下来，我这个灯好像不是很管用啊。是吧？啊。我挖一下得用手。扎得太深了，水都浑了都。别急。哇！来，挺大哈。这个交给你啊。好。看没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在这儿。我在这儿也看见一个。这样。那您那是啥？木耳螺丝。那这个也给你。你找我收。配合得很，来，配合得很完美。旁边还有个，拿着。啥？壳。看看。嗯。还有壳。还有壳就得了。我去提桶去呀。OK。得了啊。节奏太快了。这是出气孔，大家在沙滩上晚上看这种啊，这种鼓包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看边上有个出气孔，它底下必定有大货。搞定了，好，这个，这儿是个毛杆，毛杆，木耳螺呢？不是，这个样子怎么是木耳螺呢？猫猫不长这样，提桶还在里边呢。又发现了，哎呀，发财了哟！多的令人崩溃哈，多的令人崩溃。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把，这就是这个大潮，把河道里边的全部冲上来了。拿，好像是我过来讲，我先把这个一夹，它这个肉还在。哎呦，我去啊。走，我拎着桶。好，是不是？哥不是。走。这是一个吸食蛇，你看。不是在外面。唰一下就说，看收获喽！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二哥挖不到的大蛏王。你应该给大叔你弄了多少毛壳？哎呀，我还没拿出来呢。你看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太多了。一大堆吧。这是金网窝蛏王。
我是没敢，我准备把撑完先拿出来，我中间有一个碎的，碎了就碎了，那个是小妮一会儿就吃了，鼻子肉了，到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有多少？你说有多少？小妮我不知道，小妮我不知道，慢挪在底下，我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这有多少，我已经懵了。太多了，对，啥都有，猫猫罗